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MinPixels 最新一期视频，我是这是您的区法师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大家来到 Lake Abraham， 我们今天要来拍这个气泡湖。OK， 那我们这次拍摄的地点呢叫做 Abraham Lake。 那 Abraham Lake 呢，它是 Alberta 省的一个人工湖，也是这个省最大的一个水库。那由于这个省它的这个天然气和石油资源非常的丰富呢，那这个湖底经常会往上冒一些天然气，就是甲烷这样的气体。那在冬天湖面结冰的时候呢，这些甲烷就会被冻到这个冰里面，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冰泡湖的一个现象。那去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从Canmore 出发的。我们是头天从我居住这个城市 Calgary 先开到 Canmore 住了一晚上，然后呢一大早从这个地方出发。那从 Canmore 开到这个 Abraham Lake 呢，大概就是两个半小时左右时间。那实际上应该会比这个时间更长一些，因为冬天的时候路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大家就是要去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很多。那我们去的计划呢，就是想八点半之前提前一个小时，就是7点半到这个地方，因为8点半的时候是日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能够拍一些红云。看，在这个冰泡上，就是你把这个灯放到这上面，照出来这个会非常的漂亮。我现在要拿手机来拍一下试一试，用我的那个彩色的灯来拍一张网红照片，我试一下，就是这样。照片都是照片，全都是骗人的，你就是利用大自然的东西在创作。你看我这样一下拍，我连拍，这样总有我想要的这个颜色啊。不错，看一下啊，你看看啊，这样对吧，各种颜色。这位老法师是我们的红姐，法名云飘飘，常年在这个 500px 上总是上首页的。哈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，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这个云飘飘，在这个 500px 上。Hello， 我是云飘飘。我们今天在亚伯拉罕这个冰泡湖，在这里边拍冰泡。今天的气候很好，风不大，冰面非常的通透，冰泡非常的漂亮。冰面上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冰泡。嗯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边拍冰泡，感到非常的幸运。我们还有一个很不幸运的事情，不说。我们被车陷到雪里头了，待会儿得想办法把它推出去。啊，还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些老法师的，就是退休了之后，他们的热爱的事业就是拍照。今天早上是凌晨3:50就起来了，然后开车开了2个多小时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车还陷到了那个雪里面，然后很冷，这现在应该是-0几度，但是它刮风呢会更冷一些。但是我就感觉虽然我会年轻一点，就没有他们的这种热情，这种热情是真的是，这就是一种热爱啊，这个真的是需要学习的。我们现在要自拍一下，我看看。